我体育全都，药草头就在药草上。
欸，我们丢一个的发抵抗波到底是怎么打的啊？你还记得吗？上楼啊，我打那个。上楼。上楼打的，你可以在楼下等啊。I'm tougher than I look. You keep behind the gun. 伤害他。再见，小王。我继续找你哦。拜托。这等一下坐下去。找到了。大慢一点。找到了。麻烦人物送下去。王台位置找到了。我已经找你了。
外星人。往返外星人。外星人死了。109赛是乌鸦。又有两颗炸弹吗？没有。妈耶！打掉。我现在在上面只能接七，我只能接七秒。你要带酒店。你想下去？再输呀！你这样速度会很慢。别跑！哇，赶紧点，赶紧点，不然会出很慢。你看，我就说出很慢吧，他还没下来。这是 DA 第二个说出来109杀鸟的原因。其实你只要留六只王，然后再杀一只也是会输的。螳螂，打爆！找到了，一起走得很慢，可以不用担心。这边的空间本身就很窄，还有多少空？接到，打爆，感觉他竟然也很爽。有吗？有的话就做一下。
去广场。你看到防守吗？已经带了上接一下，我接下来上去。一次，但是一定要注意在广场。我上来有吗？我上来了。哦，找到了。击爆！击爆！我看到了。还有一条，大家都这样吧，就这样。可以下慢一点，看一下这样。哦，他在那边，在那边躲避。你带你带，好，杀掉。好，苦练一整晚，终于下礼拜天就别上。